有型格搞掂，谁可拼？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九场赛事本地二级赛千二米精英碗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大运财唔快啊，咁前面快㗎嘛，中间幸福指数啦，金满载啦，咁内栏位置仲係起宝区，咁粉红衫粉红眼罩有型格啊，咁大外档白衫呢就係呢只崇山宝啦，第一第六位呢蓝衫嗰匹就新力风，再马林中间天狗，内栏大运财，出面醒目波幅啊，外面紫色衫呢仲有谁可拼啊，尾四风花雪月，尾三呢就係劲势，殿后两匹马，步步有呢就黑衫啦，咁同埋黄衫内栏包尾呢就一宝嚟㗎。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崇山宝大二搭，跟住个第二位粉红眼罩有型格啊，内栏幸福指数，咁啊三搭咯，出边蓝衫新力风啦，中间位置仲有金满载啦，内栏起宝区马林中间大运财，出边咧就天狗，外边嘅马咧仲有醒目波幅嗰啲马，响马林入边咧就起宝区劲势啊！好啦，斗到嚟最后三百零米路程啦，前面透出嘅马见到中间位置系呢匹新力风啊，中档大运财几个字母已经立咗上去追紧佢，埋边仲有幸福指数啊，再后多少先嗰啲金满载啦，大我档步步有呢个。时候亦都追紧上嚟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大运财占先，埋边位置幸福指数，但系外边步步有先过幸福指数，直追大运财，接近中间步步有外边杀晒第二名，大运财啊，埋边有幸福指数，中间咧就系一宝啊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步步有啊，一路响个后边嘅位置转弯大外档，以为大运财都赢紧啦啩，但系大外档步步有先过幸福指数，终点前将大运财过埋，幸福指数第三，一宝第四。步步有一条直路杀晒，第二就系大运财，第三幸福指数，第四就系一宝，第二门嘅有型格，直路初已经收慢系啦，马王真系马王，咁啊今场亦都系因为唔系好啱嘅路程啦，变咗个赔率都好分，谂起有啲飞碌喐下噶，咁见到十二倍落到去十倍，睇而家跑完有几多倍率。位置仲要三十几蚊添啊，好抵啊！咁长，结果因为前面都多快马啦，4:25.4啊，所以结果呢嘢步步有，沿途喺尾都好啦，一样可以扑到上嚟赢嘅。好似好似先见到佢个踪影啊，真系望嘢啊！田泰安一样赢14档都冇问题，1:25.11暂定系名次有啦。都系嗰招啦，缩住冲。看看他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之后的步步有啊，谂起独赢102蚊啦，位置就落飞到27.5，跑第二名2号大运财位置派20蚊5毫，跑第三名5号幸福指数位置派19蚊，连赢位一搭二派236.5，三门彩1号、2号、5号派2485蚊，单跌派423蚊，位置叫一搭二派84.5，一搭五派79.5，二搭五派55.5，跑第四名是11号嘅一宝。位置落噶，佢系38蚊，我哋交过去都仲有38.35，咁啊而家跑完都27.5，独赢系反而少啲咯，可能十二倍落嚟啦，独赢又系啊，12倍，但系好即系一路10倍，其实都叫做系企住咁样，冇话再落啦。咁3-1嘅预计派彩胜出嘅组合就系 A 二嘅隔夜半冷门派19.5，去到现场都仲系半冷门嚟嘅，步步有10个开喎吓。个位置好抵噶，其实即系之前你话见啊，有30几咁，而家20几都系，即系佢不嬲都系跑开10几蚊嘅马嚟啊。今次走3个位都有27.5嘅派彩啊。佢想攞阿谁可拼嗰、同即系嗰中间嗰个位入边嗰个位嘅，但系结果谁可拼就埋咗佢之后咧，即系直路嗰阵时咧。就集多佢一集，跟住諗住哇，冇理咁多啦，走出去好啦。仲要走出去啊，咁真係都好犀利嘅爆炸力啊！交出继续4连环系派2037蚊，4重彩派37,343蚊。反而有型格啊，真係希望返嚟冇乜问题啦。佢摆正直路已经收慢。步步有，今年嘅一路即系远征翻嚟功夫啊，可能会比较以悠闲喺度为重咯，咁即系可能大家就会好担心佢咯，会唔会有健康问题？冇问题啊。
上年都一出跑千二，不过上年跑第四啊，今年又犀利啊！换上黄仁田泰安啊，呢一排都相当之好成绩喎。呢几次填草系咯，位度尽添啦。因为佢啲马其实就好分嘅，相对即系你唔知啊，你话莫雷拉或者帕宝啊，咁今日嗰啲即系佢哋都好成绩，但系佢啲马好热啊咁啊。田泰安嗰只偏好分嘅，今日两只胜一胜啊，发财咯。准备了颁奖仪式，精英满，马主啊，李医生，两场杯赛都是由啲好有养马运的彩衣赢啊，步步系又系啦，捧杯捧到不得了啦。那个目标都很明确的，应该都是马会一里锦标啊。与其状态未足走去跑那些五彩缤纷，倒不如在这一组对回短途马可能赢级数了。还有他位置是真的落得快的，真的好，即是望都还是有35啊，那现在都去到27.5。我觉得最惨呢真是大运彩，他已经避开你的了，去年说我在一里都完全不够你撼，我变招都输给你的，跑短途啦，找到出路，谁知今年又出现了走下来跑长短途，希望是赢回先，结果又遇到你的，喂，还要输埋，哇，过完关吓亲你的。奥斯卡是得回 1.2 倍，好了，这个精英门的颁奖仪式是进行的了。劲啊！飞好啦，睇完个颁奖，睇巡逻影片啦。步步又喺14档噶，起步咪梗系拖喺后面咧，同扣女一宝咧都喺后边嚟嘅。前面走嘅我哋见到开面崇山宝啦，中间幸福指数金满咗，有型格新力风都快噶。咁啊，然之后入边咧就起步区嚟嘅。再数翻咧，咪大概第六位到嘅红帽嗰只天狗啦，入边大运财起步慢一慢而家上翻嚟。见翻就系嗰只灰马就系醒目波幅啦，顶咗四搭就系谁可拼嚟噶，后啲先至系风花雪月劲势步步有包咗落尾一宝。其实阿子健拣嗰只大运财都跑得好好啦，即系结果人哋嗰只就咁样阻阻都仲追到，真系犀利。所以就话系个级数咯。系咯。哦，有人界已经验到啦，心率不正啊，翻到嚟。入到嚟已经撇啦，你见到咁啊？判断话诶，唔好啦，即刻收啦，唔好搞咁多嘢啦。大运财谂住走甩你哋噶啦，前面追一只新力风嘅啫，200米咁，原来喺你见唔到嘅地方系有一只步步又扑紧上嚟。睇环境啊，好似先见到啦，我哋喺高空望落去就见到个势系嘣一声过嚟。一步又食叫啲步速追得近啦，咁但系受让咁多磅都唔得啊。睇下个位置，叫派彩礼嘅搭二派84.5，一搭五派79.5，二搭五派55.5。三拣一嘅胜出组合咧，系 A 二嘅隔夜半冷门派19.5，隔夜半热门系啦，半热门睇睇个四连玩啦，派2037元。四重彩系派37,343元。孖宝八场十九场一中奖派234.5，八场十九场二安慰奖派20元。
分段时间23秒23、22秒1、七末段22秒95、总时间1分08秒35、总时间系快于标准时间44。